高雄寿山动物园有一只雄象龟，在交配的时候不小心摔倒，是四脚朝天。不过母象龟是赶紧请同伴来搭救，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雄象龟给翻了过来，模样十分逗趣。好笑！栅栏前面这只象龟翻得四脚朝天，拼命挣扎就是无法翻身。不过看看后面这一排象龟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匍匐前进，赶紧来帮忙。还要吗？还要排队？排队。前面这只象龟看起来心急如焚，但只能慢慢爬。等到终于快爬到这只象龟身边时，一只跟在后面的象龟怎么感觉像是在帮倒忙啊？你们要吐给他一个个对的，体验一个露营。尽管被压住，这只象龟还是拼了命也要把同伴给翻了过来。终于，啊，好棒啊！他把他救起来。这三只，两只是英雄。这个有趣的景象发生在高雄寿山动物园，一只公象龟和母象龟在翻云覆雨之际，一个不小心却跌个四脚朝天，让游客笑到不行。不过象龟们同心协力救回同伴，也让游客看到动物界真情流露的一面。